大家好，我是 Michael， 大家玩大家好吗？耶、yeah! ！哇，最近疫情其实让我过得真的蛮穷的。就例如说，我现在零用钱一个月被砍到剩3000块，之前疫情前有6000块。但我觉得这 OK， 因为我爸跟我说什么疫情大家都很穷，他想要砍，我就没有问题。但我没有想到的是，他说完要帮我砍的隔天，他换了一台全新的休旅车，我不懂，我觉得很扯，我就呛我爸说：“爸，你这什么意思？哪有人会像你这样的？”他说：“啊，谁说没有？金正恩啊，啊，你整天吃我的住我的，你还想怎样？”好，我听完我爸这句话，我那时候讲不出话来，但我听完这句话我听完我爸讲这句话超生气，我直接上网。把刚帮他预约的疫苗直接取消掉。我想说，哦，你是金正恩啊，那我就是联合国啊，我要经济制裁你。我还蛮感谢，就是疫情期间还有家里可以让我吃，因为我家里家境已经算不错了，自己很感谢。因为我从小到大，国中、高中、大学我都是读私立的学校。我国高中会读私立，是因为家里有闲钱。那大学只是因为我成绩还蛮烂的，像是。国中的时候，国二有一次蛮幸运的，可以去美国游学一个月，跟学校的同学。但报名那个行程，只有包基本的吃住。如果你要逛街，你要吃好一点的东西，你还是要有自己要有零用钱这样子。那像我其他同学，他们去美国零用钱都是1000到3000美金起跳。我们家管钱管超凶，我爸就只有给我450台币。所以变成是，我那一段期间真的很穷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所以我就觉得不行，我要赚钱，不然会饿死。所以我就打算去那一趟美国游学行程，我都在想要怎么赚钱。例如说，我同学会去苹果旗舰店买 iPad、iPhone， 那我就会帮他们灌歌，我带笔电，灌一首歌60块台币。好，不然就是大家美国都有很多 buffet 嘛，大家在吃 buffet 的时候。早餐、中餐、晚餐，我请他们坐在原地，我去帮他们盛饭，一个人我收100块。不然就是在时代广场前面，时代广场，我会帮他们拍照。他们想要跟 Kobe Bryant， 想要跟小罗伯道尼合照，我就帮他们拍，然后把明星 P 上去，这样子，一个人收500块。有时候这时候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，哎、欸，干，谁会花500块？我跟大家讲。时代广场上面其实就会有一堆穿着过时布偶装的人，穿什么蜘蛛人啊、海绵宝宝、米奇，然后冲过来跟你拍照，然后强行跟你收1000块。所以大家知道我的这个行为是什么的吧？我这个叫削价竞争，还有客制化、啊。我每一个同学我都拍过一遍，甚至我还做到市场扩张。除了我同学之外，我一路上看到黄皮肤眯眯眼，反正看起来不会讲英文的，我就冲上去，然后帮他们拍照 P 上去这样子。我一路从时代广场拍到华尔街，我那天削翻，我赚到，我甚至觉得我可以直接在纳斯达克上市，我就觉得哇，太爽了，太爽了。讲到这里，有些人可能会觉得，哎、欸，干 Michael 怎么可能那么好赚？我跟大家讲，私立学校的学生油水真的很好捞。我从哪里看出来呢？从我们第一天去迪士尼游乐园玩的时候，我就看出来了。那时候我同学两手空空进迪士尼乐园，他知道迪士尼乐园的那个纪念品店。东西都买超贵的，但我同学就可以两手空空走进去，然后提两大袋出来对我说：“呵 ，Michael 这边东西卖好便宜哦，只要1000块美金，好便宜。我听完他那句话，我就觉得，干，我一定要在纳斯达克上市，接下来拍照一定上市啊！除了，但我现在就没有那么有钱，我现在就超穷的，真的。现在疫情期间，我前一段时间我收到一封信，啊，这封信是。一个非洲小朋友寄来的。这个非洲小朋友是我小时候我妈用我的名义认养的非洲小朋友，他只要10块钱美金每个月这样寄给他。然后他寄来这封信，信的内容他用歪歪斜斜的圆珠笔，然后还断水写了4个字：颜色颜色。哦，我放远一点看才发现，哦，他是写谢谢啊。但我那时候看的我就有点心酸，就有一点生气，因为我就觉得说，为什么？你用断水还歪歪斜斜圆珠笔写了谢谢，就可以拿到10块钱美金。我当下就想说，不行，这样真的太气了，所以我就想说我要回信，我要跟那个非洲小朋友说，那不然这样子，以后的信我帮你写，我可以写10个谢谢，而且字还蛮端正的，然后不会断水。这样的话，你每个月汇5块钱美金给我，可以吗？
我就想说，我当下寄完那个回信，其实我自己内心很踏实，因为我觉得我成功带领一个非洲小朋友进入这个资本主义的社会，我成功带领他进入这个世界恐怖的循环，这样子。过了不久，一个月，他就回信了，他回给我，也是用 YY 写着原子笔来断水，他回给我一个字，干，厉害，好厉害，除了这一些，其实我刚刚有聊到很多私立学校的事情。那我跟大家说，就是台湾的私立学校其实是这样子的。国中大学以前的私立学校是家长花一大笔钱给学校，请学校帮忙压榨自己的小孩。但大学以后的私立学校是不一样，大学以后私立学校是家长花一大笔钱丢给学校，麻烦学校把这一笔钱丢到水里面。真的，大学私立学校非常浪费钱。像我自己是读四星的，我一个学期60000块。那我爸他有一次就想要问这笔钱那么贵到底花在哪里，我爸就问我说：“儿子啊，这60000块还是啊你们四星到底是花在哪？”哎，爸，我们学校有烘手机，戴森的烘手机，然后呢，没了。那这样到底有什么意义哈？我花这60000块钱，爸，你等一下，爸，你还不是一样缴很多税？那、啊、你有疫苗可以打吗？嗯，合理。啊，除了这一点，刚我是讲那个大学的私立学校，但大学以前的私立学校，我自己就觉得很蛮可悲的，真的，因为我真的很不懂，大学以前的私立学校是家长他们会把小孩送进去一个学期之后，小孩就变机器娃娃了。然后家长还会笑得很开心，大家可能现在有点不懂，我演示给大家看，那感觉就很像是这样子。因为我小时候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小时候因为过动，然后就被家长送进去私立学校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叫我小孩来跟你打个招呼啊，不好意思。阿明啊，出来跟叔叔打个招呼，阿明。不好意思。王成明，出来跟叔叔打招呼。叔，干你娘耶！他下一秒就被送进去私立学校了。但我跟你讲，他一被送进去一个月，他一被送进去一个学期过后，完全变一个人，那个状态就变这样子。阿明啊，阿明，出来跟叔叔打个招呼啊！叔叔报道，精神导数5678，严肃。喂，阿明，你讲错了。阿明，再大声一点好不好？跟叔叔再讲一次。不好意思，5678，雄壮，威武，严肃，刚直。你看我小孩是不是很好玩的？你叫他干什么，他都可以啊。来，哎，这位先生，你叫我的小孩干什么都可以，你想要叫他干什么呢？阿明，吃大便给叔叔看。报告，收到。叔叔，我做到了，要不要记我大功呢？啊，现在来点掌声好不好？哎呀，就跟你说我小孩很好玩的、啊。但我跟你讲啊，我小孩现在哦。真的哦，一被送过去真的很好玩。他现在国文哦100分，社会100啊，数学哦98分，有点可惜啊。但我回家拿衣架还有水管调整一下，他下次会更好玩呢、啊。谢谢大家，我是 Michael， 今天讲什么？大家好，我是 Michael， 大家要订阅08卡好笑，按赞然后分享哦。